问：2020年1月4日，魂体被带到天界，观世音菩萨、观地菩萨及南无斗战胜佛法身，立于宇宙虚空中，身旁许多护法天神是于观世音菩萨左右。观世音菩萨，徒儿，你看看此修行居士的因缘果报，你们佛弟子在佛门前修行，莫要掉以轻心，引以为戒啊。南无斗战胜佛在佛庙做坏事敛财，外人是不知道，可是瞒不过天上众多护法天神。人间许多人修行多年，为何还生恶病？就是不依佛教律法而行，不尊师道，才会如此。孩子们，你们看完这些景象就会明白了。以下为弟子所接受到的意念场景。 Z 国 XXX 寺庙处于半山中，建于 19XX 年末法时期，信佛烧香的人越来越少，以致后来只有一个年老女居士在看守。女居士没有师父传法给她，她是自己看着庙里的佛书一样画葫芦自修自学。老居士虽然懂得拜佛念经吃素，可是却不懂庙里信众钱财是不能拿取为自己所用。就这样过了7-8年光景，老居士的脸上靠近额头部位长了几个葡萄大小的瘤，手一碰就疼。老居士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虔诚拜佛求菩萨替人做超度，还是生了恶病在身上，如此病痛折磨几十年就过世了。死后魂体被鬼差铐上手铐带去火烧地狱惩戒，因为在世有念佛功德，心地善良，地狱惩戒几个月后又转投人道，出世为人。南无斗战胜佛如此半辈子不懂佛法戒律，白修了，蒙佛慈悲，前世念佛功德护佑，这位老居士他还能转投人道。生前心心念念想上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却因为无名敛财而受到天地律法惩戒，如此看来真是可悲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弟子马来西亚2020年1月4日。答：学佛最怕有漏，一边在修心，一边漏掉很多。